陈新月，我身边呢有中国好家庭的互动嘉宾冯小泉、曾格格，还有我们的家庭代表们宋嘉伦、郭艾伦、徐子薇、徐子淳，我们在这儿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拜年了，欢乐欢乐的家庭，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拜年了。我是范明日的一家之主老范啊，我是欢乐范明日的一家之主夫老米，我是欢乐范明日大姐夫赵刚子，我是二姐夫钱顺身边最快乐的人。咱们家平时热闹的呀，就跟过年一样的。对，今天可是真正过年了。对，咱们必须得疯一下。嗯，必须的。家里边平时最疯的是谁呀？谁呀？最嘚瑟的是谁呀？谁呀？钱顺风。钱顺风。这么疯啊？这么今天你必须得疯一下。是啊，这大过年的，咱们家可是有点冷清啊。是啊，我觉得串门就应该来了。哦，他说的太对了。哦，朋友们，过年了，团圆了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家来齐了！哎呀，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朋友、各位来宾，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啊！你们全会说这句话呀？啊，连我小姨都会啊！他这一见着我就说，你看冯总这个人啊，一到春节就出来，见着谁都说我想死你了。你说冯总这个人是不是个半彪子？不是，这半彪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半彪子啊，是我们辽宁的一句方言啊，用北京话的意思来说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呢，特别的聪明。哎呦，那谢谢。谢谢辽宁亲人们啊！说总也不回来，一回来就给我这么高的荣誉，谢谢啊！但是按聪明来说，我跟振华比，我有很大的距离。我要是半彪子，他就是大彪子。你懂哈？我77年就在法库当兵，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，乡亲们好。这么说，你也会说我们辽宁话？不服，咱就比一比啊！你要跟我比辽宁话，嗯，你就是油葫芦斗蛐蛐，怎么讲？你根本对不上夹。你要跟我比辽宁话呀，你就是牛宝宝掉山涧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都得完犊子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瞧你的形象吧，尤其姑奶埋了八胎，脑袋长得本了八块，胸部底下全是囊囊踹啊。你这几句话还真挺地道。那是吧，说辽宁话你不好使。在辽宁有一种温度叫脑户。在辽宁有一种情怀叫敞亮。你看这穿红衣服的姐姐啊，戴眼镜双眼皮儿，一看就是敞亮人儿。好，在辽宁有一种谈心叫唠嗑，在辽宁有一种唠叨叫墨迹，有一种舒服叫得劲儿，有一种幸福叫雨作，有一种游戏叫抽冰嘎，有一种运动叫打出了滑。相信玻璃盖被卡秃了皮啊！在辽宁有一种坚强叫皮实，在辽宁有一种加油叫小烫，在辽宁有一种完美叫你没毛病，在辽宁有一种血性叫你真尿性。我们辽宁人
面对困难不蒙圈。我们辽宁人面对荣誉不嘚瑟，遇到困难我们绝不吭哧瘪肚，解决困难我们绝不水当尿裤。啊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忧郁，忧郁的日子需要坚忍，相信吧，快乐的一天总会来临。等等等等等，你这是辽宁话吗？这诗朗诵用辽宁话说不好听。错，用辽宁话才生动的。音响师，引药。假如生活忽悠了你，拜吱事儿，拜憋屈，拜怼碎，拜尿急，你就在那嘎达趴着，就像羊拉着似的，忽悠，忽悠，可劲儿的忽悠，早晚有一天。你会变成一只美丽的扑棱蛾子，扑棱了俩大翅膀子，抵了着这个大胖小子，爱咋腾飞就咋腾飞吧。冯总，冯总啊，叫你呢，你干啥呢？不是我没干啥呀、啊，没干啥，你那干啥呢？不，我们不是在这儿就是干啥呢吗？你来，你还不快过来干啥？我去那边干啥了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不，等会儿你们几位，不鼓掌干啥呢？